今天大家来这边唱歌呢，互相切磋之外，当然希望歌艺能进步，是也希望能讨论到自己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。那淑静，你想听哪位评审来帮你讲评？我老公今天没有办法来，所以他特别交代，就是他喜欢很喜欢薛中明老师，那就请薛中明老师讲评。不好意思，他刚好听不懂台语歌。哦，可以。哪有啦？薛中明老师，请。欢迎你来到这舞台哦。淑静，当然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认真的女人，而且你的母亲呢，还有照顾整个家庭里面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啊，也希望你能够很开心的在这舞台上继续展现你的笑容。我觉得你唱的最好的地方是在副歌，好，尤其是副歌第一句，我觉得你这个情感就能够放得很开这样子，而且你的细腻度呢，有些小小的哭腔在这里面，好，这跟这歌是不谋而合的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听，跟情绪的到位是很好的。你就一点我要挑剔你一点，你是唯一你进歌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主歌的地方有些尾音音准不是特别好，就尾音的音准会有点飘掉之外，可能是有点不太稳，但其他的情感面都是非常到位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那钟声，你想听哪一位评审？来了说老婆有交代哦。你不要做，不要抄人家。是想听荒山亮老师？那就不用讲，荒山亮你到旁边讲给他听就好。这样子，我也要听了，我也要讲评给钟声大哥听了。我觉得今天你有一个优点呢，六几点就厉害，你音准没败，音准很好。好啊，你唱歌就是这样，工工整整的，很多该转音的地方你都转得很好啊。就这标喜公，我听我讲你练鬼，你是个练家子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在这个比较口气的东西倒是没有那么多突出的表现，我会觉得在这方面你要多多练习。好，怎么样突破这个技巧的东西，去往前迈进一步，往这个比较干净、口气的东西去诠释它，慢慢唱出你个人的特色，这是我给你的鼓励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首先看郑淑静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个性活泼开朗又有好人缘的郑淑静，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几分？分数来到87、88、89，小数点往上跑，得到的是89.6分。谢谢。接下来看杨宗生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这首对父亲表达思念的歌曲可以得到几分呢？85、86、87、88，停住了，小数点继续跑，89，得到的分数是89分。最后获胜者是郑淑静，恭喜你获得5000块奖金。恭喜郑淑静。开心哦！两位有没有握个手啊？今天难得了哈，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。是啊，是，太棒了，是是是，那很好，是以歌会友哈，再次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好一个圆梦的舞台，同时也可以交朋友哈。对，是。